来。哎，那个，有活儿。咱们说好像四个人要去一块儿泡。哎，哥们儿，代驾哪个公司的？不是，我等朋友呢。小兔，小兔，你去哪儿啊？再喝点，你还没喝够呢。不，哪会儿吧？我要回家。哎，回什么家呀？一会儿送你啊。这小兔。您的京 KB 1710吧，停太远了，我给您开过来啊。哎，他谁呀？你朋友吗？朋友来了就进去玩会儿吧，咱把蛋糕吃了啊。点了好多酒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呢。哎，小兔，给老娘下药，人渣！啊！哎。那个，我叫李博，回头有代驾的活您找我啊。那我给您放前面了啊。那个，咱去哪儿啊？幼儿园放海。放海哪个园啊？你们那不是好几个车库进口的？我到了，告诉你。哎。谁在开车呀？对呀，谁开的车？是不是你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？千万别
让他们送你回家啊，太危险了，知道吗？错，错，你要急死爸妈呀！哎，你好。谁呀？你怎么认识我们家小兔的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叫李博，木子李，渤海的博，我是代驾司机啊。代驾司机？那个，您放心啊，我一定安全的把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我说啊，哎，姑娘，我说你别吓唬我啊，不行啊，这得上医院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你？哎，你点事呢你？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！医院，您要找的医院，我找到了第一人民医院、第二人民医院、第三人民医院。快停车，停车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想捡尸占便宜没门，我可报警了。哥们儿，我代驾，代驾更不行。跟警察说的，代驾、代驾、代驾、后代驾、商务代驾、医院代驾，最近的。您要找最近的，我没有找到您要的结果。您是不是要找最好吃的家常菜？我要找最近的医院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清楚。我去你大爷的！您是要找杨大爷涮肉火锅吗？我滚！这验血单子出来了，这血液里没什么异常的，那药啊应该不是毒药啊，这零钱什么东西放着啊。知道不是毒药。那怎么吃药到完了？安眠药。不是，那你这朋友怎么给你喂安眠药啊？他们不是我朋友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吃药时我给你放包里边，我就先走了，行吧？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点滴打完之后吧，您就能自个儿开车了，您就不需要我这代驾了。我需要。您不知道哈，这刚才这护士说呀、啊，说您打完这瓶点滴，您还得再打四瓶。您打完这四瓶呢，就明儿早上了，我还得忙活别的生意去。你这单还没忙完呢。这钱吧，我们是按这个距离和这时间来收费的。我要是一直等您等明儿早晨，那您就不合适，太贵了。我愿意，一分钱不会少你。是你父母吧？他们都是不在国内啊。你接一下，他们担心。不是，你别什么东西都扔给我呀，你自个儿接吧。这么着，你报一平安啊。闺女，刚才高姑就找你了，最重要。
哎，您好。怎么又是你呀？你不是代驾吗？是，我是代驾。这个，我这代驾的服务吧，还没结束呢。不可能，从上车到家，顶多半个小时。你把我姑娘带哪去了？我要报警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跟……我自己的生日，我想怎么过我就怎么过。你们不陪我，我还不能找个男朋友陪我呀？男朋友？你哪来的男朋友啊？我跟他说。你说。我说小兔啊。妈不是让你到澳洲来过生日吗？可爸爸妈妈谈生意，忙得实在是脱不开呀！啊，忙呗，有人有时间啊。我男朋友有时间，他陪我。你哪来的男朋友啊？刚才那老头？嗯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代驾。小兔啊，你怎么能找一个老头呢？他比你爸爸看着都老。就是啊。哎，你还真说对了。我特意找了一老头，老头多好呀，年龄大，知道疼人。你们不是忙吗？他有时间，他以后关心我、照顾我、爱护我。他叫李博，以后他代替你们保护我啊！拜拜。不是你妈，她这是什么眼神啊？啊，什么叫我比你爸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他一打针就哭啊，从小就这样，没事儿啊。没事就行。哎，姑娘，你真的是从小一打针就哭吗？哎，你手上的针，才一打针就哭。哼，你怎么知道我从小一打针就哭啊？我跟你说，有年夏天啊，我坐公共汽车，突然赶一刹车，这旁边这大姐呢，正好织毛衣，那毛衣针吧，噔就扎我屁股了。我当着全车人的面哭的那叫一个惨。看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对我什么邪念啊！像你这种年龄段的男人不怀好意的笑容，我见多了。那您想多了啊！我是看您让想起我闺女了。我闺女哭的时候，我就给她讲笑话，她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笑，流着大鼻涕，就跟你现在那样差不多。干嘛去？抓手机。不是不是，我叫一护士啊。用不着。其实这，但凡是父母啊，甭管离你多遥远，他总是惦记着孩子。有些父母不配做父母，信不信？我前妻也这么说过我，说我啊，就不配做我女儿的爸爸。都前妻了，看来你也不是省油灯。是啊。要不说，我现在后悔呢。那年我女儿过生日，想让我陪她在游乐场玩一天。不是我当时吧，生意实在是太紧张了，脱不开身，我就没答应。跟我爸妈一个借口。我是想啊，你说我这么拼命的赚钱，这不也都是为我女儿吗？对吧？你说我不赚。那将来他怎么上最好的幼儿园，最好的学校，啊，将来还要出国留学，这不都需要钱吗？你说我不挣，我不挣他怎么办呢？那连去游乐场陪女儿过个生日都不行。是，这事儿我也问了自己好多遍。哎，你今天过生日？嗯。生日快乐。谢谢你啊。要不然，我带你上游乐场，算给你过生日。我都多大了，我还去游乐场？再说了，你陪我去，算什么事儿啊？也是。哎，要不来个叫？哟，关门了。电影要演到这儿呗。你就应该翻墙进去，把门打开，一个手拿着气球，一个手拿着棉花糖。摩天轮，摩天轮转起来，哦，过山车飞起来，噔噔噔，所有灯唰，全都亮起来。我可没这么大本事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要是翻墙进去，保安绝对放狗咬你。砸钱吗？摆平他？电影看多了吧，孩子？这么大园子都开开，不得万八千的呀？我一晚上才挣一两百块钱。俗。我脑子里啊，
始终有个画面，就是在一个有月亮的地方，我女儿呢坐在游乐场的旋转木马上跟我喊说，爸爸爸爸陪我玩儿。今天晚上到这儿我心里算踏实，可是这游乐场它晚上不开门。大叔，你女儿去的那个游乐场一定不是这一家，这一家刚开了没几个月。我有啥风评啊？我是想，我都不知道我女儿她去过哪个游乐场。不是吧？这你有点过啊！你一次都没陪她去过啊？真没劲，跟我爸妈一样没劲。哎，是不是你们这当父母都这么没劲啊？电话，是不是你爸妈呀？赶紧报个平安，这家里人肯定急死了。你接。你赶紧接，家里人都急死了。哎，你说我能不能扔桥底下那车顶上？哎，什么孩子呀？这是你爸妈电话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接着看了。喂，您好。喂，你是京 KD1710的车主吗？你的车有异常情况啊。不是，有什么异常情况呀？你是谁啊？车主王小兔不是女的吗？她在哪儿？不是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车主王小兔疑似被劫持，都听好了啊，必须悬崖勒马，不能胡来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那个警察同志，那我不是坏人，我是救人来着。他吧，他喝多了，然后我就带着他上医院去了。你这么着，我让车主王小兔跟您说啊。警察，警察叔叔，救命！有人绑架我！好玩吗？还行，最后一声叫挺好玩的。不是，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吗？我是黑代驾，我进派出所我根本说不清楚。那不去派出所不就完了吗？你带我浪迹天涯，咱们就开着车一直开一直开，看看最远能开到哪儿去。好。哎，真去啊？去派出所自首去，上车。没劲。其实今天我就是想出点事儿。就为了跟你父母置气啊？后来还大了，生日蛋糕糊在脸上喘不来气儿，差点憋死，就不想便宜那小子。那还算好。可我还是不甘心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总得做点什么事纪念一下吧。这都要上派出所去了，还不算纪念呀？你等完事儿了，赶紧回家睡觉去。咱俩车震吧，我这车虽然不大，但是应该也还行。哎，我说你满脑子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成年了。我没成年呢。不是，你是叫王小兔吧？叫小兔。王小兔，咱俩今儿晚上呢也算是萍水相逢啊，咱俩也算有这缘分啊。我呢，说句劝你吧，以后啊，别干这让自己后悔的事儿。我不后悔啊，我可以为你负责。负责个屁呀！你知道后悔俩字怎么写？后在前，悔在后。等你后悔那会儿就晚了。晚就晚呗，晚了就不用后悔了。京 KB1710，靠边停车，靠边停车。看明白了吗？不是，我明白不明白不重要，关键是您看没看明白，这可关系到我的清白。清白？那你跑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他好人坏人呢。再说，我当时不是着急送他上医院吗？那你把事儿跟人家解释清楚了，干嘛非得让人家报警啊？是，也是。喂，不是，你说你电话里喊什么救命啊你？好玩啊！你慢慢说，汤姆。你是中国人外国人啊？丢人？丢什么人了？最亲爱的人。
还丢东西了。好，知道了，我们马上查。哎，同志，你先等会儿。听着就不像中国人说的话。你还跟人笑，你真够没心没肺的，你孩子。哎呦，哎，走吧。谢谢警察叔叔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还没说你呢。你说你的姑娘，你开玩笑得分场合吧？这警是随便乱报的吗？你这一声吼，浪费我们多少警力，你知道吗？下不为例啊！走吧，走吧。哎。我请你吃早餐吧。自个儿开车回去吧。不是，你现在酒精含量能自个儿开车？哎呀。还是有点头晕呢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太晕了。我白天不上班啊。我觉得我爱上你。对不起啊，这酒我吃。别掩饰，你听见我说什么？你对我说的话，我一直在想，好像有道理。我说哪句话有道理啊？别干涉我的事儿啊！我觉得我要错过你，肯定会后悔。不是，你是不是觉得昨天晚上我没有乘人之危，然后我还把你送医院了，所以你觉得我这人挺好的？你那么疼你女儿，肯定也会疼我。刚才在医院。挺细心的，挺好的。哎，虽然我爸妈可能会嫌你年纪大啊，但是我不嫌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，咱过过嘴瘾就行了啊。他们家虾饺挺好吃的，多吃点啊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呢，我就是一代驾啊。恰巧昨天晚上我给你开过车啊，但这只是我的工作而已。我每天会碰见不同的客户，我不碰见你王小顺。我也会碰见，啊，张小兔、李小兔，啊，马小兔。可是，是我知道，你想说，咱俩这相遇是天意。但是你想啊，咱从早上起来，啊，这一天，咱会碰见多少人？跟每个人都有缘分。啊，这餐厅里边这么多人，啊，每一个相遇的人，那都是天意，那不得给老天爷累死了？我让你别干这让自己后悔的事儿，我是想让你别这头脑一时发热啊。乱来，跟你倒好，这不光头脑发热，这脑袋还进水了。你这是一脑袋开水啊！四川名吃，水煮脑花啊。你要是真想谢谢我啊，那你就麻利的把这单给我啊，也算是你请我吃了顿饭，我不跟你客气了啊。想得美。服务员，我打一下包吧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哎，这可有摄像头啊！您看好了，我可没抱他啊！你松开松开！不是你干嘛呀你？你这是不是又要给我弄派出所去啊？咱俩可是无冤无仇，别互相伤害行吗？哎，我说你别招我行不行？我可是一男人啊，我可要变坏了，我要变身了，我要……你谁呀你？我就是不甘心，你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拒绝我。本来的样子，记住了。行了，大叔，没那么容易爱上你，先放肚子里吧。谢谢你，给我开过车。走了，拜拜。
公司的？不是，我等朋友呢。还是那么好看，看不够。净瞎说，都成老太婆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在学校操场上带着大家升旗时候的样子。风吹着你蓝色校服的裙子，白色的校服的裙子是白色的，你忘了？在我心里是蓝的。不是有首歌吗？栀子花，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上。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你。好了，不听你胡说了。吃饱了吧？咱们走吧。不要吧，我飞了10000多公里来看你。你是回国来开会的，顺便来见见我这个老同学。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你，我今天特别开心，也很久没有笑这么多了，还喝了这么多酒。微微，我们都已经17年没见了，对吧？再待一会儿吧，啊？可我真的要回家了，孩子每天睡觉都要我哄着睡，我要是不在，他又哭又闹的。走吧。那俩干什么呢？我去。你喝了酒，你不能开车，先到我房间里坐会儿，酒醒了再走吧。我叫代驾，你看那么多代驾呢，国内就这点特别。这不是雪薇跟于小强吗？你们美国没有代驾是吧？有啊。给老娘下药，扔开！哎呦！别吓着你吧。这姑娘喝多了吧？谢谢啊，师傅得麻烦你一下，啊，我的车在那头呢。那我陪你回去。不用了，很近的，开车也就17、18分钟。今天我非要陪你多待一会儿不可。微微，我已经错过了17年，不想再错过这17分钟了。可是我真的回家了。一小会儿。太晚了。这幸福家园啊，不堵车也得40分钟啊！要堵车呀，不一定几点到家了。还是回去吧，赶紧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要去幸福家园啊？这不是有牌子吗？干什么呀？哎，我真的要回去了，这样不合适。走不走啊？走吧。对不起啊，微微，我实在是情难自禁。其实我在美国的婚姻一点也不幸福，这次回国就是想静一静，重新考虑一下婚姻的问题。微微，你愿意帮助我吗？你冷静一点，你松开，松开，松开呀！我连你跟谁结婚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帮你啊？你不用知道，你只要能让我感觉到温度就行。我现在活得很麻木，行尸走肉，没有激情。可是我需要激情，需要温暖，需要一夜情。对，对不住啊，我这人嘴快。你们继续啊。国内的代驾都是这样的素质吗？你知道在美国有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可是对不起，我今天来只是想见见老同学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你误会我了，微微，我不是要搞一夜情，今后我有可能常住国内，所以需要个情人。你闭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投诉你。你还是别送我了，我家那边不方便打车，你也不好回来。哎，师傅，靠边停一下吧。
哎。我不下车。我的性格你了解，我从来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所以咱们全班50个人，只有我一个出国留学，而你们只能留在国内，碌碌无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送你回家呀？干什么？你不会以为我真的要搞什么一夜情吧？就算是，我要找情人。那我也不会找你呀，许薇薇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你以为你还是17年前的你啊？从来没人敢跟我作对，知道吗？开车。从来没人敢跟你作对，那是谁在上高中的时候在教室里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呀？于晓德啊。天哪，怎么是你啊，李博？木子李啊，渤海的渤。这是我名片，以后二位要用代驾可以找我。拿着，于小泽，下车吧。这怎么着，还得我动手啊？My name is Tom Yu. I'm from American. 我叫 Tom， 我是美国人，美国人。就在刚才，在你们国家，我丢了人，丢了我最心爱的人。真没想到是你。哎，你还玩滑板吗？我今儿就踩着滑板来的，如果板还在这儿呢。哦，反正刚才你也没注意我。你怎么就干这个了？我听说你当老板了，生意做得还挺大。是干了几年，后来又不干了。这还头一次碰见同学呢，真巧。还一次碰两个。我刚才是不是不应该插话呀？这坏了你们俩的好事儿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于小泽觉得可以这样对待我，真把我当一个随便的女人了？不是，这他吧，他就是一随便的男人。这不是去美国了吗？这资本主义啊，腐朽堕落呀，他就跟着堕落。我跟他一直没有联系，这一次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他要了我的微信，非要见面。我还以为好多同学要来呢。可是这于小泽今天这事儿，这是蓄谋已久啊！哎，你们俩刚才吃饭喝酒的时候，他没给你下药吧？他不会，他刚还说我一脸褶子呢。他那就是胡沁，你说你这脸长得啊，跟那个包了鸡蛋壳的煮鸡蛋似的，是吧？不信你自个儿摸摸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瞎贫了，说说你吧，你怎么样啊？结婚没有？有没有孩子？男孩女孩？都没了。离了？啊。那孩子跟母亲了？哎呦，对不起啊。不是，你跟着瞎对不起什么呀？哎，干嘛呢？这是什么情况呢？干什么呢你？喂，啊，我快到了。喂。哎哎哎，没人啊，刚刚是外面警察啊。对对对，我挂了啊。你这是乌鸦嘴啊。怎么了？警察，咱得去趟派出所。啊？为什么？咱那好同学于小泽把咱给告了。没想到这个于小泽是这种人，太恶心了。他在美国居然叫汤姆。哎，你说他媳妇儿是不是叫杰瑞啊？他们家就是一猫捉老鼠动画片。你还笑？你不生他气啊？
为他我不值当的吧？再说咱人民警察眼睛是雪亮的，我又没什么损失。就我眼瞎。哎，你说心里话，你刚才是不是让他给感动了？刚才人家可是说，说他丢了最心爱的东西，你感动没有？我不是东西。得嘞，我还得把衣服换下来。哟，那我下去了。不用了，外面冷，别回头。这我可不能保证。哎，我说你出门干嘛要换身衣服啊？我不想在同学面前丢人。不是，那你穿着回去就得了呗，你干嘛还换回去啊？我们家比较特殊。终于给我逮着你了，我打死你今天！哎，我操你！你还谁呀你？打死你丫的！我操！去你大爷！我去！你他妈打女人呢你？你他妈有理是不是？他是我老公，别打了。干嘛？人家是代驾，你打人家干嘛？代驾，你当着人家脱衣服，你都傻了是吗？骗傻子！我真的是代驾，我跟你说，打死你！把你代驾证拿出来让看看。我他妈没证，我就是黑代驾。什么？李博，李博，你怎么？人呢？你连他名字都知道，你说是代驾，你那何苦起来骗我呢？我没骗你，他就是。我干什么呀？你还想碰瓷儿是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打了，你别打了，我求求你，求你别打了，行了，你别打了。给我起来！干嘛呀？你疯了？人家是代驾，你打人家干什么呀？别走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没玩。干嘛呀你？干嘛呀？行了。你干嘛去？真是个代驾啊！你就等着人家报警吧。那他干嘛不敢还手？肯定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哼！胡说八道。谢谢你啊，昨天晚上我一直没睡好，早上送完女儿上学，就马上来找你了。你放心啊，这事儿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，我就当咱俩没碰见。但是这个你那代驾费给我。我这亲朋好友概不赊欠的80块钱，啊！应该是我补偿你，让你挨了我老公一顿打。嗨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提这事儿，你这点钱还不够我吗？算了啊！警察说不让你做黑代驾了呀。要不我跟你联系一家代驾公司吧？不用不用，这事儿不用劳烦你，我自个儿能找。再说这以后干什么也没想好。这么着，拿你100块钱啊，那有20块钱是我买创可贴的钱，我就不找你钱了啊，咱俩就账目两清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再坐一会儿啊？你坐着。李博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水性杨花？我昨天晚上在骗你啊？那你是想这会儿再骗骗？我不会骗人，真的。我上学那会儿考试作弊，我都吓死了。你还作过弊呢？你忘了，高二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成绩不好。高三就分不到尖子班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于小泽成绩好啊，他就传小条给我，我吓得要死，我不敢接，他就拿着自己打好的卷子给我，然后拿着我的卷子又打了一遍。你们俩还有这事儿呢？就我俩知道。后来我上了尖子班，考了大学，有了好的工作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欠他的。那这事儿也不至于让你以身相许。这是借口。我必须有个借口，我才能迈出这一步。迈出哪一步？就是你跟他。这为什么呀？
为什么？也许是生活太平淡了，也许是我老公总是怀疑我，甚至有时候对我就跟昨天似的，还动手。我就想啊，你既然老是怀疑我出轨，那我就出给你看看。那你这今天约我出来，不会是要对我下手？哎，咱说好了，我是代驾，卖艺不卖身。瞎贫。那你就是想做这事儿让你老公看看？其实我就是想做给自己看看，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。许薇薇啊，许薇薇，你这可吓着我了！你这是丧心病狂、一意孤行的想出轨？我就是想试试，我不是水性杨花。不是那老同学哈，我呢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经历了一什么样的婚姻，但是你这是在婚姻状态之下，你这出轨这事儿不好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他要是再敢跟你动手，你就得练点，是吧？你练个什么女子防身术啊？不行，丫再动你，掏丫，丫制服了，让丫下次再也不敢，是吧？你再不济了，你就离婚。对不对？你离了婚之后，你想干什么不都成了？但你这在婚姻状态里吧，你弄这事儿不合适。我没想过离婚，因为有孩子，我就是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你懂吗？凭什么呀？人都是一辈子。我为什么得到的就是这样的？我说薛伟，你这妇女解放的故事卖的也太大了吧？啊，薇薇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婚外情啊、出轨的这事儿啊，那就像一狼牙棒，知道吗？一旦你挥出去了，你不光你伤着你自己，你伤着对方，上对不住长辈，下对不住晚辈。你说你一个连作弊都害怕的人，你跟别人学这出轨的事儿，这技术难度也太大了。既然这事儿咱将来会后悔，那咱就不干，好吧？那行吧，那我就撤了。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给你开车。你抱抱我。你又来。你别闹，你抱抱我吧，就算让我死心。你说的都对，其实我真有点累了。那就歇歇，啊！哎，哥们儿，代驾，哪个公司的？不是，我等朋友呢。心着巨大运气的方向，哪怕不能跟着心相伴，撑一个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口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欢。哎，徐总，什么情况你？哥们，他喝什么喝呀，徐总？赶紧回家洗洗睡，每次出来都这么煞风景。来来来，大兔，干嘛去？再玩会儿吧，那么多人等着你喝酒呢。哎，小兔，放开，给老娘下药，人渣！
哎呦，这叫够的呀！一见就失望了，这代价。都背上了，你怎么不换回睡衣？老这么干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你就是不信任我。我没不信任你，我是不信任那些小妖精，他们现在都喜欢小鲜肉，我怕他们把你抢走。小鲜肉，老腊肉吧我，是。你就是我的小鲜肉。那你躲车后头干什么你？跟踪我？这不算跟踪，我自己打车出来的，我在自己家车里睡一觉，这不算跟踪。大姐，我插句不该说的话哈。不该插话别插话，一代驾司机开你的车，你信不信我投诉你？你哪公司的？把证件拿出来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不是大姐，那我呀没公司啊，我就是一黑代驾。什么？黑代驾？嘿，哎呦喂，脸儿呢？我得照着脸儿。来嘞，嘿，等着啊，等着。大姐，我给您讲一笑话吧。他话说啊，有一大哥，他去这 KTV 应酬去。他呢，为了想早点回家，他就在这 KTV 里边他装睡。这呼噜声啊，比刚才那呼噜声还大呢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您不知道为什么吧？那您问问您爱人。怎么回事啊？话筒我抱着呢。说的是你啊？可不是吧？为了早点回家陪你，我连脸都不要了。你呢？干什么呢？怀疑我？跟踪我？你什么叫跟踪你啊？我自己打车来的，不算跟踪。大姐。刚才啊，您没上车的时候，我大哥呀、啊、就拿这事儿啊当笑话给我讲了。哎，他那会儿啊，可是不知道您在车上的。这回您总相信了吧？我大哥呀、啊，他不是您想象的那种人。我是经常给我大哥开车啊，这一点我是有发言权的。真的吗？做生意啊，不能不应酬。你老这么怀疑我，这生意还做不做？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怎么不过呢？怎么不过呢？难道你还想跟我离婚呀？那不能够啊，大姐，我大哥呀，他经常跟我说你大嫂啊，他这个人吧，别的一般，但是这家里边吧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这有时候吧，我半夜回家想吃饺子，那你嫂子都能从被窝里钻出来给我包饺子。你大嫂啊，可好了，是不，大哥？是不，嫂子多能干呢，家里打扫卫生一把手，有把刷子。兄弟，我给你一个好评啊！哟，大姐，等回头啊，我成了这正规的代驾了，您再给我好评啊！得嘞，兄弟，咱俩加个微信呗。行啊，等待会儿到地儿了，咱俩加微信。哎呦喂！哟，我去，这怎么大半夜的，一女的在这跳舞？哎哎哎，怎么了这是？
给我，你别给，不给不给。哎哎哎，干嘛呢这是？哎呦，把手机给我，不给他，快点，你给我，我给你钱。哎呀，你钱都是我挣来的，你跟我比钱？少废话，停车行不行？你把手机给我。不是大姐，我没法捡，现在开着车呢，危险。你给我停车！得得得得，我给您停车啊！行行行，您慢点。给我，拿。开门。哎哎哎，大姐，什么呀？下来。哎呦，不是，大姐，您放心，丢不了东西。这什么东西砸我胳膊，刚才生疼的呀？手机呢？什么手机？手机呢？不是大姐，我这是，这我自个儿手机，还有名片。哎哎哎，大姐大姐，等会儿，大姐，没东西。给我下来。留下来手机呢，让人看笑话。我不怕别人看笑话，看什么笑话啊？哪有微信？广告吗？广告？放屁！你大半夜的，这女的在这跳舞啊？谁呀？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我都看见了。把手机给我。这不顺手删了吗？广告留着干什么？你删了干什么？如果你没有鬼的话，你删了它干什么？你？你还是不放心我？你？我放心你什么？我放心你把手机给了我。大姐，他不是。你出去了！我大马路上上什么呀？这儿不安全，这儿。上来，别出来！我不安全，我就是不安全，你给我下来！上！你把手机给我看，刚才是谁给你发的微信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人了？你是不是有人了？行，大姐，大姐，上上上上车啊！上上车就安全了啊！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安全？真是，你告诉我那女的是谁？广告，她长什么样？肯定不信呢。不信了，拉肉，你这这，细小心肉，你这这这这。喂。喂，是我，昨天晚上那个。睡车里那个，你有时间吗？大姐想请你吃个饭。大姐，我这白天不上班啊。谁让你上班啊？我就想请你吃个饭，吃早饭。你快点啊！哎，我把地址发给你了啊。嗯。哎，地址发给你了啊，你可快点来啊！我先点上了，你不来咱就浪费了。你知道怎么走吗？不知道你就打个车来，大姐给你报销。出来没有啊，兄弟？我有急事找你。哎呀，你可别睡过去啊！你们年轻人怎么都爱睡回笼觉啊？哎呦，哎，你到底多大年纪了啊？我看你小四十了吧？结婚没有啊？有女朋友吗？哎呀，你说我这样心情能好吗？我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昨天晚上没睡好吧？嗯。你瞅瞅你这都有黑眼圈了。不是大姐，您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其实大姐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感谢你。昨天要不是你，我们两口子就干起来。哎，举手之劳啊。其实啊，我跟你大哥感情特别好。我们是蜜里调油，真的，这么多年我没红过脸，真的特别好。我就是他的小宝贝。小心肝。你懂了吧？我懂了，懂了。哎，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那行，兄弟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大哥的一言一行，就都交给你了。不是，大姐，我这还有别的生意要做呢。你放心，兄弟。不耽误你做别的生意，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还能给你介绍好多生意呢。就是你大哥有应酬的时候，你跟着他，他走哪儿你就跟着他哪儿，晚上你就给我送回来。他有什么事你悄悄发信息告诉我，行不行？不是大姐，你这昨天晚上不是已经相信大哥了吗？大哥那手机上确实是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哈，就因为他删得干干净净，所以他才有鬼。不是大姐，这就是您不对了。您不能老怀疑我大哥呀！你太不了解你大哥了，
你大哥是属于外表憨厚朴实，内藏奸诈。你别以为昨天我钻在后备箱里他不知道，他知道。当然了。哎呦我去，你们这两口子套路可是够深的。您知道他知道，然后您还往那后备箱里钻。我不钻行吗？我不钻就等于我放弃。我必须得让他知道我在乎他，他也要让我知道他还是在乎我在乎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，但是够绕的。没办法，兄弟，我要是不往后备箱里钻，别人就得往他怀里钻。你也知道大姐这个年龄了，都这样了。我真的是争不过那些小二、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、小七、小八、小九。别，大姐，我跟您说啊，就您这么看着啊，我大哥连个2.5都难啊。2.5也不行，1.0都不行，0.0都。擦，眼泪。哎呀，谁呀？给我去。给我看看。哎，不是，大姐，这是我手机，不是大哥手机啊。哎呦，对不起啊。哎呀。没事儿，让你见笑了。哎，吃吧，你看这一早起，你看我刚听我说了，来吃。大姐，我吃不下了。我知道你吃不下，我也吃不下。你不知道，大姐这心情也不好，真的，吃不下睡不着的，就为你大哥这事儿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为了这家，我这身体我还得要，要不然我这么单薄，你说我怎么追的呀？我。得嘞，哎，行，哎，哎。车上聊会儿啊，不是，我这不上去了。您有什么话您直说吧，我这困着呢。我们家那位找你了吧？这不请我吃的早点，还非得让打包。哎呦，你给我。哎呦，我这有日子没吃这口了。嗯。哦，他们家这味儿没变啊。哎，不容易。不是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原来是住这片。我上他们家吃的，这口啊，还得吃老味道。不是您这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您直接跟我说呗。您说您把钱直接就给我打了，这我也不知道您干嘛，这无功不受禄。很简单，我们家那边让你干什么，你不干就是。这大姐啊，她让我盯着你，但是我呢，我是只想干大姐。不想当这私人侦探，所以他那钱呢，我就没收。不是您愿意信就信，您要不放心呢，以后您这代驾的活您也就甭找我了，好吧？我不反对你挣两份钱，你懂吗？你与其让他雇个别人盯着我，还不如就您了，仗义啊！哎呀，你们二位啊，真不费事两口。啊，这都好这同一口。是啊，我这人没文化哈，但是有句老话说吧，这人不如旧，衣不如新。所以您二位还是互相多珍惜啊。再见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生意不做了？哎。哎，哥们儿，代驾，哪个公司的？不是，我等朋友呢。没你有钱，没你成功，没你漂亮，但是他比你温暖，让我感觉暖和舒服。
这姑娘挺漂亮的。她是没你有钱，没你成功，没你漂亮，但是她比你温度，让我感觉暖和舒服。回家。回什么家呀？给老娘下药，人儿！哎，小心！干嘛的？我把车给您开过来。今儿周末，您开的自个儿的车。你谁啊？想干什么？我是代驾，我叫李博，木子李博。您看您穿这么高的跟儿，我还是给您开过来吧。咱去哪儿啊？五环吧。五环什么地方？先到五环，再往上兜一圈。不是，行吧。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啊。少一环，您没听过这歌啊？还难怪呢，您 get 不到这根哈。哎，咱去二环多近呢，干嘛上五环跑去啊？五环限速高啊，二环一圈32.7公里，三环48，四环65.7，五环98.58，六环总共192公里。我的车时速最快可以达到360。哎，别，咱有限速啊，咱不能按照您这表上的最高限速跑，啊。哎，不是，您这天您开敞篷，您不冷啊？开你的车。哎，得嘞。若不是惧怕回忆，若不是沧桑年纪，一定会在阳光照进现实那一刻拥抱你。若那一夜没有在你，不曾醉在你眼神里，这一刻也不会望着你如此伤。你说今未来，愿我们各自安好在茫茫人海。我担心这杯酒，这样喝下去要从眼里流出来。哎，我天哪，您什么时候醒了？咱差不多穿一圈了已经，咱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孩子已经刚出来，冷受不了了。您还有心事是不是？不是，您要有心事啊，您可以让我给您当这心理咨询师啊。但是我这收费啊，可是有点贵啊，尤其是过了12点吧，我这收费得分分。什么意思？这个。的哥啊，还有这开滴滴的司机，还有像我们这代驾呀，有时候吧，他兼职做这个心理咨询师，但是我们碰见他吧，基本都是喝大了的，啊，那都是酒后吐真言，啊，他光往外滋了，他不往里寻了。老板停车。哟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哎，这块不能停啊，咱得直接到辅路上去。哥，你给我停车。您再憋会儿。停车。憋住。哎，来，你喝点水，来漱漱口。哎，你这鞋怎么？来，赶紧把鞋穿上。来，我不穿这双，车里。
这个吧。来，来，走走，上车，川儿，过来，上车，上车。我不上车。不是，那你不能光着脚啊！哎，来，把这只也穿上。来，那只。哎，我这走光了，这把脚放下，放下啊！有打底裤，我跟我妈一样啰嗦。蹬，蹬，蹬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弄小伙子了。哪儿不如他呀？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哎，你这让人笑话，赶紧回家，快，不会，快点！我不回家。我学了八年的舞蹈，八年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我以为我会跳一辈子的舞，谁知道我学了个金融。不是，这学金融不是挺好的吗？那咱上车聊去啊，上车说行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快点快点，我就不。哎，你们从小到大就想让我做这做那的，有谁问过我的想法吗？我不想学金融，我想学舞蹈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，他跟我，不是，那是你父母不知道吧？他们知道。啊。他们就是不学，他们觉得学金融才是我最应该学的职业，高阶白领，有钱，有地位，我会有更好的生活。对，你父母啊，这也都是为了你好。对，他们没错，可是我不快乐，我不快乐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吗？这挺好的，这不差钱的生活。对对，这是不快乐的生活，不快乐的生活。来来来来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病吗人？你想看我跳舞吗？不是，我还想送你回家啊！来，姑娘，哎哎哎，姑娘。我凭什么被甩呀？不是，这可能是因为你太优秀了。还说那个小三有温度，我没有温度吗？我没有温度吗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是一个好姑娘。你看你这么能干，这么能吃苦，这么自立，说心里话，我挺佩服你的。真的？可不是真的吗？这老天爷呀，他就是公平的，这就叫天道酬勤。可是我没有了爱情，我没有了爱情。是是是，你这爱情啊，可能还在路上。你看啊，就咱刚才跑这五环这一大圈是多长的一圈啊，兴许啊，他在对面那路上。
但是你看咱不是从这出口出来了吗？他可能啊从对面那出口出来了，回头你们俩在底下，哎，就遇上了。怎么样，那个？嗯，这地儿啊是我在网上找的，说是全北京啊最好的舞蹈工作室。李博，但是这网上说的话吧，它不一定准成，所以呢，咱过来看一眼，是吧？看一眼，咱就眼见为实了。你是个好人。您甭夸我啊，这有事儿求我呀？您说这代驾费咱不能打折。你善良。您不能打。好心。您不能打折。你还请我吃了早点，不能打折。那但是早点算我请你的。昨天晚上我很快乐，尽情释放。但是我知道，再过一个小时，我就要开始一连串按小时计算的会议，决定投资几亿、几十亿的事情。想想这个，我就不能任性了。这是我工作的意义。你看，我这还没给你做正式的思想工作。你就自个儿想通了，谢谢你，是你帮我想通了。你甭夸我啊，这代驾费不能打折。好，生活不打折。哎。哎，哥们儿。代驾，哪个公司的？不是，我等朋友呢。大家帮我开车。哼，爷们儿，这自行车你找别人骑吧啊。你也瞧不起我啊。都他妈瞧不起我，我是诗人。哎呦呦呦呦，我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出现在你身旁，根紧握在地下，叶相处在云里，每一阵风吹过，我们都相互致意，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。啊，是这诗人先生，我也听不懂您的言语。咱都跟这儿绕了三圈了，您这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往右，再往右。不是，这边是左，咱往右，再往右。咱这不是走过了吗？咱不就又回到这儿来了吗？嗯，不是，您这住哪个小区啊？曙光北里。曙光北里，它往左这边啊。往左往右，有区别吗？哎，是是是，您是真有学问啊，我相信了，您是诗人啊。是不是诗人有区别吗？行吧，您待会儿啊，您这给我付了钱了，他就没区别了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您待会儿给我，现在还没到地儿呢。你拿着拿着。不是，用不了这么多，您给我八十就行了，我给您找二十。不用找了不用找了。拿着东西啊。哎，行吧，爷们儿。相互致意，
一株木棉。哟哟，哎，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哎呦，乡亲，我还是送您上去吧啊，要不然我看您这一宿也回不了家。我要回家。哎，回家回家回家。这边。哎。喂，喂，是李博吗？我是新二区派出所民警啊，你赶紧过来一趟，有个朋友要跳楼自杀，指定要见你，快点啊！啊！行了行了行了啊，大家都别围在这儿了，不要围在这儿了，都散开吧散开吧。行了行了，别拍了。看见没有，那就是你朋友。散开吧散开吧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他跟我不是朋友啊，我就是一代驾，恰巧呢昨天晚上我给他开过车。没办法，他指定要找你啊。这个是耳机戴好了，待会儿上去说话的时候千万别刺激他啊。哎，不是，那他待会儿要真跳的话我还得负责任啊。我跟您说我真的跟他不熟。走吧，快点，他也不容易，刚离了婚，你就算帮帮忙啊，快点。是啊，我来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忙了一晚上吧，一大早上又把你叫来了。不是，您说您这是闹哪出啊？这是。我就是想在走之前，找个人说说心里话。你昨天晚上听我念了一夜的诗，你是我的知音，你懂我。嗨。我那是怕您不给我钱，您知道吗？我哪懂诗啊？我大学我都没上过，我就上的职高啊，学汽修的。后来呢，我就进了厂子了。再后来呢，我就自个儿做生意了。挺好啊，挺好，就这么说，多说点自己的事儿。拖延时间。我自己我就没觉得我自己这么重要过，真的，我感激您这个一大早上您就把我给想起来了，啊，我谢谢您啊。你别过来啊！你要过来，我现在就跳下去。哎，哥们儿，我不往你那儿走，行不行？我横着走，行不行？我横着走，啊，嘿，我上这靠会儿啊，行吧？我靠会儿啊。哎，我说爷们儿，你选这地儿不成啊，这才多高啊，这跳下去不痛快，飞不了多长时间，弄不好又摔不死，摔一半死可疼了。别这么说呀，得刺激他。是吗？是，这事儿吧，我有经验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是天天的想着这跳楼的事儿。这北京各个高楼我都走遍了，只有那20层往上的，哎，我才有这感觉想跳下去。这大家什么情况啊？怎么还有自杀倾向啊？赶紧查！真的，生死之事，立竿见影，岂能儿戏啊？好诗啊，你这就是诗啊！我就说咱俩是知音吧，嘿，是是是，您说咱俩是知音，要不然那个，咱俩现在就下楼喝咖啡，咱俩聊聊诗去吧。从这儿啊？哎，别别别别别，不是从这儿，不是从这儿，从这儿下去，咱容易这个衣冠不整啊，啊不体面。咱走楼梯去，咱从那边溜溜达达下去啊，那多斯文的那个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你是个好人，可是我今天已经想好了。铁了心了，死定了！呦呦，别爷们儿，爷们儿，别跳，别跳，千万别跳啊！您说我是好人对不对？您想想我也不容易，我昨天晚上拉着您满北京到处转去，是不是？我这一大早上我就回来又陪着您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查到了，不容易，您别跳啊！您换换脑子行不行？这么着，还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！我请您吃饭行吗？就算咱从这儿下去了，咱也吃的饱饱的，暖暖和和的，行不行？我这也不方便啊，没事儿，我给您端上来啊。您想吃什么，您告诉我，我给您点去。你这一说，我还真有点饿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待会儿我要点餐的话，你们能给报销吧？我这可完全都是为了安抚他啊。我呢，早上也没吃饭，我刚刚在上面，我直低血糖。行吧，
不是您别行吧呀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，我跟他我都不熟，我们俩没一块吃过饭都。哎，这是一现成的，来给我给我给我，就等着救命。这是我的，这是。您愿意助人为乐吗？在这春光明媚的早晨。哎，服务员，这是警察站长啊。好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啊。行，给端上来了啊。自个儿拿，自个儿拿啊！你说这广东人也挺逗的，你管这早饭不叫早饭，叫早茶。嘿，哎，那香港您去过吗？去过。我和我前妻去马泰都去过。他特别喜欢旅游，我不怕麻烦，我喜欢安静，心理上的安静。你昨天也见着他了，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你敲什么墙去？又来了你！明儿代驾吧。啊。麻烦你赶紧送他走，他不住这儿。不是，那他是？他是我前夫，真是的，一喝多就往这儿跑。麻烦您了啊。不是，哎，那个，这不他哪？他住哪儿啊？他没真醉，知道自己重。我必须得说啊，千万小心啊，千万别刺激他。您觉得他是一什么样的人？那是真好啊，我配不上他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觉得哪有说您配不上他？我觉得您特别好，您这人特别的仁义。您说您这一大早上啊，那个陪我聊了这么半天天儿。是吧？您还请我这是吃早饭，您太仁义了。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姓李对吧？对对对对，我姓李。这早点是你说请我吃的吧？我可没带钱啊。那我也没带钱呢。拿这顶上吧。反正我也用不着了，别去，别，爷们儿，爷们儿，您说你到底这是为什么？是不是就因为你媳妇儿再婚了？不是，这再婚吧，它也正常，是吧？你说你像我，啊，这我都是个没媳妇儿的人了，您说我能怎么着啊？不还是得活着吗？我都绝症了，胰腺癌晚期。那你这得抓紧治啊！我拿什么治啊？房子给我前妻了，手上剩点钱，投资给我朋友做 P2P， 结果人跑了。还什么都让你给赶上，但是没钱了没事儿，真的。这有孩子吧？有，十岁，特别聪明，这点随我了。随你？他随你什么呀？他妈随你跳楼去啊！你说你一当爹的，你怎么给你儿子做榜样呢？你打小你就跟你儿子说啊，做什么事百折不挠，对不对？什么事咱不怕困难？那他妈是放屁呢是吧？你要是想死，你就从这跳下去。你要不挑剔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让你儿子怎么办？啊，你儿子才十岁，你让孩子他怎么活去？你说你安哪啊？你他妈你连死你都不怕，你还怕活着吗？你是诗人是吧？你是诗人，向死而生这道理你该懂吧？你知道一大老爷们儿最他妈幸福的事儿是什么？那就是把你自己的生活态度你传承给孩子，对不对？你还有儿子是不是？我有什么？我他妈最痛苦的就是我想把我的一切都传承给我孩子，可是我他妈没孩子了，我他妈这时候我他妈才想死了。我看好他啊，别回头他自己也跳下去了。
别看了，别看了啊，注意拍照。要不我们走吧，别再给人添麻烦了。万一让那些人拍的照片、视频传到网上，再让我儿子看见，多不好啊！哎，哥们儿，代驾，哪个公司的？不是，我等朋友呢。向磊，新改装的车敢不敢过来躲一躲？力哥，你喝了这么多酒，别去了。开始再玩会儿呗。去，必须去。放开，给老娘下药！哎呀，这得喝多少啊？代驾什么？别，钥匙给你。好嘞。哟，大客户啊，让这孙子抄了，这抢什么活呀？力哥，你喝了这么多酒能行吗？我跟你一起去啊。滚！哎，兄弟，咱们待会儿去那地方，我记着附近没有居民区。是条刚修好还没通车的公路啊。就是那儿。去那儿干嘛去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该给你加钱就给你加钱。谁让你开车？我脚臭吗？兄弟，这真有味儿啊，咱放吧。行啊，敢嫌弃我是吧？没有没有，不敢。你给我靠边停车。靠边停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关上。开呀！你让我走过去啊？不是，这前面这是要赛车呀，您是要自个儿开呀？你回去吧，啊！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这钱呀，谢谢你啊，但是啊，你今儿这车不能开了啊。我开过的车比你见过的都多，走你的吧！啊，不是，你现在你吐了之后吧，你觉得自个儿好点了，但是你这个酒精啊，它还都在血里边呢。天生有量啊，不信是吧？看着啊。哎，我说别摔着。哥，这叫天赋异禀啊！你们这些凡人，颤抖去。啊，不是，应该是这样啊。我呢，今天给您当代驾了。如果您要待会儿出点什么事儿，这我说不清楚。我到地方，不是，这不还有50米呢吗？对吧？这活我没干完呢，我得把这活干完了。我不能让您开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替我塞车啊？不是，我没那意思。这不还有50米呢吗？这我看这帮哥们儿啊，也都喝酒了。这么着，您踏踏实实，您坐这副驾驶，我给您开过去，行不行？我用不着啊。哎。哎，干嘛？就是不能开！你滚！哎，干嘛呢你？
钥匙给我。哥们儿，干嘛呢？我没别的意思。找死！我看你长得挺帅的，是不是？咱出事儿不好啊？你想干嘛？你他妈想干什么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非要开车，我他妈酒后开车算个屁呀！啊！你怎么开？你干嘛呢？让你开，让你开，让你开，让你开！哎呦我去！行，你行啊，你真行！哎，都给我过来！这儿他们有个想找死的，跟他们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他妈有钱，就算撞死人，我他妈也能搞定啊！那你他妈想过，你要是把自己撞死怎么办？你让你爸你妈怎么活？你爸妈才撞死了呢，你全家都撞死了，你老婆孩子全他妈撞死了，嗯？是，我老婆孩子全撞死了。你能把我怎么着啊？啊？你想干嘛？我让你他妈酒后开车！快过来，赶紧过来打我！打我呢！哎，哥，你喝酒了，别开车啊！打死他！往死里打！打他！对，打打！我没事了，哎，行行行行，行了，哎，打死他！哎，打死他！你老婆孩子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酒驾。那司机呢？抓着了还是跑了？跑了。那找啊！花多少钱也得找啊！这可是杀妻夺子之仇啊！找着之后，往死里打。哎，我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？这事儿要是摊在我头上，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逮着他，我全国学生我人肉他，逮着那孙子，我砸死他。干嘛呢？行行，怎么了这是？我他妈就是这个司机。我喝酒，我害我老婆孩子都死了。该死啊，这我我该死啊。我干嘛不趁着他们活的时候我多陪陪他们呀？哪怕我陪我老婆做顿饭，我陪他擦擦玻璃，我陪他打扫打扫房间，哪怕我跟他吵吵架也好。我为什么不能陪我女儿写写作业？我陪她去去游乐场。我到现在，我连他们去过哪个游乐场我都不知道。出事儿的时候。鞋丢了，不练的时候我要给他穿新衣服。
给他穿新鞋。我连他的鞋是几号，有多大，我都不知道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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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想打你吗？你喝了酒还要开车，你混蛋样跟我当年一模一样。哥，昨天要不是你把我车钥匙给毁了，不是，怎么着？你这大早上起来，让我给你赔钥匙啊？你要是没拦住我，死的就是我了。你现在不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了吧？我一晚上都没睡，就是为了请你吃早茶，好好谢谢你。不用，我是干代驾的，对吧？把你钥匙毁了，这也不对。回头你那钥匙我赔你。你这是骂我呢，哥？不是，那干嘛呀？这一大早上起来，哥，你是怎么当上代驾的？我前两天呀，看了篇文章，挺有意思，说有一个老作家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去了撒哈拉沙漠，他从一个沙丘上抓起一把沙子，把这把沙子呢撒在另一个沙丘上。他跟他的学生们说：“他说，我改变了撒哈拉沙漠。我这黑代驾呀，也干了3-4年了。每次碰到这些酒后吐真言的人，我跟他们聊天，我发现我或多或少的改变了他们。是，我想去做那个。”改变撒哈拉沙漠的人，哥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必须得给你鞠个躬。哎，别，用不着，不用啊。哥，我们一起开个代驾公司吧，正规的代驾公司。什么情况？这总有跳楼的，前两天还有一个呢。哎，别看了啊，自己拍照，往后退。虽然李伯觉得是时候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，但是重新开始也还是做一个代驾，只不过他加入了正规的代驾公司，做起了合法的生意。行了，咱们钱可不能乱花啊！还有那个，好了，
说的，那天我开车了。行了。王小秃的父母承诺，逐步把生意移到国内，至少增加回国看女儿的机会。王小秃已不再计较。主持人你好，我现在正在事发现场。据了解，自杀者要求见他的代驾司机。崔总，晚上几点见您？不用接。大姐说让车必须跟着您，要不我这个司机就太不称职了。把收音机关了。徐太太为徐大军雇了一个全职司机，他被剥夺了开车的权利。太太说是为了徐大军的安全，但是徐大军觉得这是为了太太的安全。现场记者刚刚传回的消息，佳怡，他跟自杀者这次数学考试你错了两道题，你可要注意了。要他帮你不看手机了，对眼睛不好。好吧。马上英语考试了，给妈妈背几个单词吧。阳光。下面我们来听现场的运动，看看他们能给我们。Sport。许薇薇终究没有走出那一步，并且随着女儿转入重点学校，她发现自己完全顾不上自己的需求了。但是，她跟远在美国的同学还保持着微信联系。也许将来女儿出国留学，这关系还用得着。年底我的公司就要上市了，到时候我想邀请你陪我去敲钟。我以后每一个这样的重要时刻都想跟你分享。当然了，这还要看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。我对你印象很好。忙碌的朱小林选择了相亲这种传统形式来寻找爱情，但他对每一个相亲者都问了这句话：你会跳舞吗？会啊。这是他心中的志同道合。好的，谢谢李警官。目前自杀者的姓氏，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每一阵风过，我们都相互致意，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。诗人小丁积极投入治疗中，他的武器是中药和诗篇。据说前妻还偷偷给了他一些钱。你得帮我，咱俩一起开呀，对不对？走是吧？来上车说，上车说。夏永利和李博成了好朋友，他放弃了以前的生活，做起了正经生意，开了一家代驾公司。请回来，愿我们各自安好在茫茫人海。我担心这杯酒这样喝下去要从眼里流出来，沉默太苍白会心疼余生，恐怕你不再敢依赖。冰凉的你的手左右我这样紧紧攥着不忍放开，与其说再温暖你，不如承认没有勇气让你去。